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能力。我派去中钢的董事长、厂长，只是因为他是浮选，然后就派他去，那个位置不对。我们很多做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蒙藏事务的啦，你看今天那个昨天那个什么那个劳动部长下台嘛，对不对？我才有人在翻那个旧账，过去总共有十七个月里面有17个部长级下台，有好多个部长下台，我们一看他的专业背景跟他所在位的那个职务是不相符的哦，是不相符的哦。代表什么？这个领导阶层他没有很尊重专业能力。受查者的治理单位的参与，这个主管这个单位里面，他有一个监督的单位，比如说董事会，像我们政府可能有一些什么，有一些像审计部、监察院在做监督的，那么他是不是很落实的在参与？有的公司，你看。各位有没有听过独立董事啊、审计委员会啊？那个都是属于什么公司治理单位，他们有很正做正来做假的，那个是很重要的。有的公司那个都做假的，只是一个花瓶，但是有的公司很落实的在执行，像这个公司，它的内控制环境就会比较好，还有整个经营理念，这刚才讲过了，组织结构，这个组织的它是怎么去划分的？我举个例子来讲啊，像有些组织啊，就非常的像金字塔型，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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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命令就从一开始下层一直下来，一直下来。这种的内部控制通常比较严格，政府通常属于这种一层一层一层，所以呢，很多的公务单位大家都会签公文，有没有？上面要一直盖章，那个就是什么呀？内部控制，一层一层。有的组织很扁平，很扁平，可能领导阶层下面就是什么？一般的职员了，那这个叫扁平式的，它内部控制通常比较差，可是问题，它内部控制比较差，可是它能够下面所得到的资讯，它可以很快传达给领导人，知道吗？能够去做适时的反应，所以不见得比较坏，所以各有优缺点。政府的单位通常是属于金字塔型，像军队一样一层一层的，那这种内部控制通常会比较好，还有权责的划分。这个组织权责有没有划分得很好？有没有划分得很好？有权无责，权责划分不清楚，老实讲的，人再多都没有用。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？什么一个和尚就怎么样挑水喝，两个和尚就抬水喝，三个和尚呢没水喝。为什么？他不晓得要怎么分工啊，最后就吵来吵去，就一团乱了。人多不一定好办事，你的权责如果没有划分清楚。老实讲，真的没有意义，人再多都没有用，所以说权责要非常的清楚。为什么？出事情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知道怎么样就责，谁要负起责任。他知道他要为这个负责任，他就会很专心的、很认真去执行他的职责。各位听懂意思没有？所以职责的划分、权责划分很重要。还有刚才讲过人力资源政策，这个组织里面有没有很好的人员的培育计划、筛选计划？如果没有，他的环境不会太好，因为内部控制毕竟要人来做嘛。老实讲，真的哈，一个组织最最重要价值的东西是什么？各位觉得是什么？就是人，就是人。一个很能干的员工，可能抵过几个很平庸的员工哦。你给他交代一下，他就马上就帮你处理好。有的是你要。抓着他的手这样做，指导他这样做，都快气死了，对不对？有问题他也不会告诉你。所以这个组织的人才是很重要。像各位会坐在这里，应该就是在做这个部分。我们要把这个组织的人力资源怎么样，把它扩大，把它提高。那当然，这个组织的成功的几率就会高。一般来讲，人力资源政策是很重要的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，控制环境很重要。所以老实讲，真的，现在如果说我还有机会去一个组织里面做事情，那老板他哪会交代我说，你去帮我推动这个？老实讲，真的，如果我发现老板根本不注重这个，说你去推动一下，帮我做做，
我就会跟他讲说不会成功。你如果没有全力 support 我，我会跟你讲我不太愿意做，因为一定会失败，你一定要全力的 support 我。好，这我在过去的经验里面常常碰到这种问题，因为老板在推动这个时候他本身没有很注重，他可能只是别人的压力说啊，你去推动这个人，他就叫你去推动，他都不太出面的，像这个制度就不会成功。好，所以各位，第一个很重要的控制环境。老实讲，台湾的政府现在目前控制环境其实并不理想，并不理想，所以说你说下面要做得很好的几率就不是很高了。好，好，各位再看一下第二个是什么？控制环境好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接下来马上要问一个问题：这个组织里面有没有一个机制，告诉他你如何去辨认、评估、因应可能会造成没有办法达到目标的风险？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你马上就要碰到一个问题了，目标都定出来了，那我有什么样的风险会让我达不到？你有什么样的机制来 identify 去辨认出来这样的风险？因为你辨认出来以后，你才会防范于未然，对对不对？你才会有下一个因应措施啊。各位听懂意思没有？所以风险评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让各位有个概念哈，我今天一件事情目标定出来了，可是成败与否，在这个关卡可能就占了七成。你的策略要达到那个目标的策略，你有没有做对？怎么样把那些风险把它降低到你可以接受的水准？这个部分就占了七成。你的执行面一旦决定策略怎么做以后，再执行，成败的几率只有占30%。执行面只有30%，所以这个阶段是蛮重要的。哎，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哈，各位不要认为说一个好的产品、一个好的人才，在竞争过程中他一定会被留下来哦，他可能会被淘汰掉。你的决策只要做错了，风险没有判定对，可能就失败。我举一个例子了哈，我们以商品来讲哈，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那个陆放影机还记得哈？有两种规格，有两种规格，一个叫我们叫大带跟小带，还记得吗？小带叫 Beta， 大带叫 VHS。我家里还有那种机器的 VH 大带子，只是现在很少人用那个大带子，对不对？各位哪一种机器比较好 ？Beta 比较好还是 VHS？ 嗯？各位哦，如果你有买过那个机器，应该知道 Beta 的机器贵很多哦，因为 Beta 比较好。它的画质比较好，它是谁发明的呢 ？Sony。可是几年下来以后，各位发现到底这 Beta 跟 VHS 是 Toshiba 集团发明的，后来谁竞争的时候谁存活下来？啊？其实 VHS， 对不对？大袋子哦，各位知道为什么好的产品被淘汰掉了？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它比较好啊，好，原因是什么？ Sony 啊，在发明的这个录放影机的时候以后，他就说我的产品比别人好，所以我要卖的是什么？卖给有钱人的，卖给欧美这些国家的家庭，因为他们消费得起，所以呢，我价位定得很高，所以卖到欧美。可是被 VH 是说，哎，我虽然比较差，可是我要打入一般家庭，让别人都看买得起我的机器，所以它是价格是比较低价在竞争的。好，可是到最后发现到什么？他没有想到一点哦，我们买录放影机是要看录放影机还是看袋子啊？看那个电影的袋子还是要看机器啊？我们要的是看袋子，哎，知道吗？好，我问过一个问题，今天我一个影片商制造录影带的时候，他就看到很多 VH 很多人买嘛，对不对？然后 Beta 比较少人买，那我开始制造袋子的时候，我先制造 VHS 还是 Beta？ 因为影片 call 成本很低嘛，对不对？我当然是要卖给什么 VHS 嘛，我甚至 Beta 我都不要啊，
结果你知道，买贝塔机器的家庭就发现到，哇，我能够选择的影片就怎么样，比较少，而且又贵。那我买这个机器要干嘛？所以后来连有钱人都换成什么 ？VHS。所以贝塔就被淘汰掉。你知道他策略错掉，他的策略错掉。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那个 DVD？ 各位还有 DVD 的机器应该有吧？以前呢，我就买了 DVD 的机器，然后说，哎，买好一点的 Sony。买来以后，发生什么事情，各位知道吗？发生什么事？学生抠给我的影片，一放进去了，他挑片，这个不能看，那个不能看，那怎么办？不要了，我就跟厂商讲说，给我最便宜的1000块一台就好了，他什么片都能看，所以后来连我 DVD 都买便宜货，杂牌的，他什么片都可以，不计较。听懂意思没有？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策略如果做错了，好的产品、好的人才照样会被怎么样淘汰掉。所以怎么样的去 identify 出来风险，事先就看到了。这样的机制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呢，在大型的企业里面，像尤其是金融企业、保险，他们都有一个部门叫什么？各位听过？叫风控。他有一个部门专门在评估这个企业将来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，然后在之前就开始做因应措施。风险控管。老实讲，真的，你没有做事情没有风险意识，你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风险是你措手不及，你就没有翻身的余地。所以任何一个组织都要有这样的一个风险评估流程。这样各位了解这意思没有？好，我这个产品现在卖得很好，不代表它会很好，对不对？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我常常在讲说，台湾有好几个产业都昙花一现哦。你看各位没有有没有听过以前叫什么普世蛋挞啊？啊，大家抢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不要再投入进去？很多人看到人家做得很好，就一窝蜂的怎么样去做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发现没有，后来进去的人都怎么样？都惨赔。为什么惨赔？他没有想到他这个进去的风险是什么。老实讲，真的，普世蛋挞的技术门槛高不高？你说好很难做，没关系，我就是去找那个什么，普世应该是澳门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就找澳门的师傅来做，比你更普吧，对不对？那有什么困难？你说你做巨蛋面包，昙花一现。所以各位没有发现，你在投入任何的决策、任何行业的时候，风险要先想出来。我常常讲一件事情我要卖欧阿米索，假设我要卖欧阿米索，你要想到的是什么？你一定要想到说，我要让我的客户吃了以后还会再回头吃的，开着车大老远还愿意回来的。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，你不会成功，对不对？各位听懂意思没有？你不要想到我卖一碗要赚几碗的，哇，你只有这样想，老实讲你不会成功的。各位懂这意思没有？所有的风险拼你都要把它想出来，否则老实讲，不要随便乱投资。HTC 在很好的时候，我就跟我的学生讲，我说 HTC 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它都跟全世界一流的厂商在竞争。跟谁竞争？跟苹果、跟 Samsung、跟 LG、跟 Sony。 它产品好还不够哦，它要的比对手强才有用。各位看到没有？所以 HTC 我讲完没多久，第二年马上下来。各位知道有一家很大的那个手机制造厂叫什么？ Nokia。 我跟各位讲，去看看以前的那个 Nokia 是全球第一大的什么手机大厂，它只有一个决策没做对就下来了。
公司就卖掉了。什么手机？他不觉得智慧型手机是未来的趋势，所以他仍然只做传统的手机，但是他没有想到智慧型手机取代了传统手机，他一去不复返，想要再回过头来了，来不及，来不及哦！这么世界级的公司就下来，各位知道风险，你抓对了吗？你有没有先想到？所以各位，风险的评估流程很重要，还有资讯系统。今天我要达到那个目标，我要不断的在努力，但是你在努力的时候，你可能需要修正呢、啊。你要去协调各个单位、组织成员怎么样去努力啊？要不要资讯？要不要资讯？我现在做这个决策，哎，到底有没有达到目的？我是不是事后需要修正？叫回馈嘛，对不对？再做决策，再回馈，再修正，不断的修正。然后我要指挥我的其他单位来配合的时候，我要不要把资讯传达给他们？要不要？要。所以呢，你这个组织里面有没有很好的资讯系统跟沟通的管道？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沟通管道。好，这样了解吗？当然了，当然这个不是在做的工作，我只让各位有个观念。像我们会计就资讯系统，我们叫会计资讯系统，就是这个经济活动我怎么样把它记录下来，然后报导给相关的利害团体，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那我的目标到底偏差了没有？有没有达到目标？什么样的挑战？我叫修正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这个组织里面，我们这么大庞大的，听说有20000多个会员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要把资讯传达给我们的会员？是不是？各位，你知道中共不是在破坏那个叫什么法轮功，对不对？各位知道中共很害怕法轮功，知道吗？所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有害他们政权的一个团体，所以破坏法轮功，知道吗？你知道法轮功为什么让他们害怕？各位知道吗？嗯，他那个动员的力量，下个指令马上就集结，很厉害。老实讲，真的，我们的慈济有没有这种能耐？嗯，有，我们慈济有。你看他的那个系统是多绵密啊！只要资讯下达，马上那边就动员。好，所以你看我们有灾难的场合，就看到什么？慈济啊，这次的复兴航空，你看看有没有看到慈济的人？有，他们的组织的整个系统啊，那个非常的那个资讯非常的流畅。好，所以说一个组织要能够成功啊，这是不可或缺的资讯系统。好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好，再来资讯系统。我就不再想讲一讲，只是说我们可能要去检讨一下我们的组织有没有畅通的管道，好，让我们成员随时随地啊，这个接收到我们这个组织的资讯啊。好，控制作业，好，控制作业，什么叫控制作业啊？就是说我们平常啊，为了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啊，常常会有一些什么东西，有一些日常性的工作。我们的指令必须要被我们的组织的成员能够怎么样，能够确实的执行。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哈，比如说今天一个企业好了哈，我今天要把东西卖掉，所以他就有一个内部控制作业来专门在执行销货相关的活动。好，还有销货多款跟什么有关系？跟收钱、收货款有关系。所以我们在实务上啊，我们常会听到什么？啊，我们有销货循环，啊，行销、销货循环。什么叫销货循环？比如说客户跟我们下订单以后，到出货到最后钱收的回来收不回来，我们要有一套的控制作业的流程，来控制这样的作业，避免发生一些错误跟怎么样舞弊。我举个例子来讲。比如说今天呢、啊、客户给我一个订单，可能打电话，可能发 email， 可能发信件，好，都可能传真都可以。可是他传到我们这个部门来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要问一个问题啊，谁才有资格收到这种订单？是所有人到处都可以收吗？不可能的。
我们就要有一个权责基础，权责的人说，哎，你就负责收订单，所有订单你就是窗口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要指定一个人来做这个工作。到时候如果说有客户跟我讲说，哎，我下订单你们竟然没有给我出货，那我就要开始从头追起，我就说，哦，这个员工他是做这个事情，开始追查，我就可以追查到他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他收到以后呢，他可能问一个问题啊，我要把它填到我们公司的相关的，我们叫销货单。为什么？因为客户给我的品名啊、规格啊，是他们自己称的嘛，我们有自己的称法呀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把它填到我们叫销货单。那这个销货单哦，你会注意哦，他都会要求销货单哦，都要序号。各位知道什么叫序号？就像我们统一发票，上面是不是号码都是连续的？事先就编好的哦。我问各位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序号？为什么要序号？各位，我们的支票本上面那个支票有没有序号？为什么？不要小看这个哦。为什么要序号？他怕遗漏，销货遗漏了。我们按照这个号码，我们就按照这个号码开始管制，中间不能够有漏号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只要有序号的单据，可不可以？比如说开错，可不可以把它撕掉？绝对不可以，它要留在原来的本子上面。所以我们今天去买发票，有没有退货？有没有？他都要求你把发票怎么样？拿回来哦，他拿回来可不是撕掉哦，他会把它定在原来的发票本上面。它有这个作用。好，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：这个销货上面会填上品名，又填上单价，又个总数，我们就出货了吗？不可能，为什么？每个公司都有一个叫信用部门，他在干嘛？嗯，在做征信的。当初这个公司财务状况不错，公司规模到，我给他的额度是5000万，对不对？啊，否则你货出了以后钱收不来怎么办？他就去核定这个，然后他开始就开始怎么样？哎，你有没有在额度里面范围里面？如果可以，我就放行，就开始准备要出货。如果不行，他已经超过这5000万的额度了，我可能就要，可能跟他说不行，或者要请示总经理说，哎，你要不要额外给他这个额度？总经理要负责的啊，是不是？好，一关一关的，各位，这叫什么？控制作业，一层一层的流程，我们都会要求相关的程序要执行完毕。所以各位，我们有时候到公司里面去，第一天报到，公司的人事部门就给我一个章。各位有没有听过叫职章？什么叫职章？就是当你把工作做完的时候，你的这个位置里面的工作做完以后，你要在上面干嘛？盖章，以示负责。其实这个点就是什么？控制点。它就是一个控制作业。我问各位一个问题：内部控制是谁的责任呢？谁的责任？内部控制跟所有的人都有关系，看到没有？各位听懂意思没有？每个人的位置，那个位置就是控制作业。所以很多人误解什么？因为在所有的学门里面呢，会谈内部控制只有会计，所以大家误以为内部控制是谁的工作？会计。那会计有这样过狼碗，你知道不？我举个例子来讲，大家都误解会计了哈。会计呢，这个人哦，他是最后在确定这个作业有没有完成，该发生的内部控制是不是都已经完成了，我才核准这个交易，知道吗？所以他在挑人家的毛病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哎，你也不做好，所以给他退给啊。大家都以为怎么样？会计要找人家的麻烦，其实不是，他就在看看这个交易过程当中，该负责人是不是都已经完成他的工作，已经盖完，以示负责。各位听懂意思没有？但是每个人都是螺丝钉，都是内部控制的螺丝，包括会计人员都只是其中的一个螺丝。各位听懂意思没？所以政府这个控制作业，老实讲真的不太好。好，内部控制这个控制作业要好，有几个重点，请各位看一下。第一个，授权。你的单位这个交易
谁授权的？老实讲，真的，现在目前我们的政府很多单位权责授权怎么样不清楚。我们常常看到主管机关在怎么互踢皮球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个是谁的？这个是谁的？那推到最后呢，没人做了。我们的授权一直都有问题。好，你看这次的那个航空的这个复兴航空的，那个权责有的厘清了，对不对？到底谁有问题？到底谁该负这个责任？还要再调查，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对不对？民航局一开就说要把这个责任推给谁？推给那个飞那个正驾驶跟副驾驶。好，那我觉得这个都言之过早了。好，所以政府呢现在就是这样啊，发生事情就先推卸责再说。好，那到底问题在哪里？不知道。好，这个澎湖哦发生的事情太多件了，知道吗？小小的一个机场。啊，发生的频率也太高了，说不定是设备的问题，说不定是人员训练不足，说不定是气象局，说不定是怎么样，各种的很多的问题，那这不检讨，那就开始推卸责任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好，那也有可能是，当然是正副驾驶有可能，但是问题是，你总是要先调查清楚再讲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政府的态度，你看就是这样。好，这个是我们最糟糕的绩效考核。我们所有的公务体系里面，真正能够做到绩效考核的，什么叫绩效考核？你做得好我就奖励，做得不好我就要怎么样惩罚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公务人员他的薪水是固定的啊，对不对？我当主管，我如果把你打不好，你就会对我怎么样不满意啊。我跟各位讲哦，公务机关十之八九就要怎么打的，你甲等他乙等啊，他丙等啊，啊轮流，真正有肩膀的主管，去按照你的绩效来打绩效的，微乎其微，微乎其微。都跟你讲轮流，你总没话说了吧？好，我问你，只要是轮流，后遗症是什么？嗯？我的薪水都固定啊，我的奖酬都固定啊。我要利益极大化就干嘛，努力越少我赚越多，所以公教一个非常不好的文化，会推工作，我能推就推，能不做就是不做。结果你就会发现到工作都落在谁身上，知道吗？每样傻一种，这种人说不定工作能力很好哦，结果他久了又就发现，哇，我越能干工作越多，结果你看他会怎么样？他开始不满，他开始不满，要么不是离开，要么就是我跟你们一样同流合污，我开始推。所以你知道政府的问题在哪里？整个绩效系统是完蛋的。各位啊，不是只有公务系统，包括学校。你看最近那个蒋伟宁的事情，我跟各位讲，我其实在学界哈，我非常非常担心我们的高等教育。老实讲，真的。我们国家的竞争体竞争力来自于高等教育啊，知道吗？不是国民教育，是高等教育啊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很担心？因为我们所有的高教体系的制度完全缺乏绩效评估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你看我们学校老师的薪水啊，不管你教什么，哪一个科系，不管你教的好跟不好，你研究做的好还是有吗？没有。哎，老实讲，真的哈、哦，你看我们学校的高教体系哦，老师研究做得好，做不好，教得好，教不好，薪水都一样哦。我问你，高教体系老师是要做研究的，不是只有教书而已。如果大家的薪水都一样，做研究变成是惩罚，知道吗？各位听懂意思没有？那我们现在说啊，那我就要研究就算偏数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冲几篇几篇？
文章的品质没有去讲究，哎，